我记得在中华民国25年四月果阵，果时我得10岁，跟港口邵世伯落过嚟香港，死去九龙土瓜湾北帝街42号上海邵老板果间天一港厂睇女明星踩影画戏，果时开成几出戏，有博爱、天良、新生命、模范家庭、拉女性之光，好捻薄，薄到尽。咪住先，阿爷你有冇搞捻错？乜有影画戏叫天良、新生命、拉模范家庭？而且博爱确系响中华民国25年暑假上画，不过女性之光系响1年后，萝卜头都打到嚟先至放。果是你唔系已经跟咗你个老母齐齐著草走咗嚟暹罗洗大饼？屌你老母臭花屁！有班衰友唔抵得少老板搞搞阵玩嘢，响中华民国25年6月20日礼拜一中午12点半放火烧够咗5间片库。叻唔出片拉埋薛老家个出白金龙都窿中烧捻晒，邵老板话冇咗几盘咸龙，个班烂摊都未收科。响中华民国25年8月6日礼拜四上昼11点再放火将天一港厂几乎完全烧到失捻晒。阿爷个班衰友真系似足共产党咁捻无良，正一冇天装冇地在，咁个日你睇到的乜鸠呀？响中华民国25年4月3日礼拜五，我拉果条细伯紧系去睇靓女明星李以念小姐果出女性之光啦，仲有新马仔个件私房菜。玉蛋陈善如个契女菜珍珠，定系有粒烧云蜜果个场所啊？屌那星九唔搭八，嗰个舞女明星梁添添鸭，阴公萝卜头果屎病鸠死捻咗。算啦，讲翻正题，嗰日我哋见到系帕北佛革命军营，场面好捻大噶。李以念小姐仲话俾我哋听，佢晚晚踩到半夜2点钟，好捻辛苦。佢话在下个星期会拍军佛拉夫，要班成100几位老林，话如果我哋有兴趣，可以客串玩玩。可惜我要翻书馆读书，所以冇踩得出影画戏。点知原本林住响暑假可以响省城西堤二马路中华戏院睇呢出影画戏，点知俾人烧鸠咗。7月放暑假，老母话拉我又浮，急急脚漏夜就坐车嚟咗香港，点知第二朝已经搭太古洋行只张家口大洋船着草嚟咗曼谷啦。收尾重拍就斩晒的大场面，故事讲乡下妹李以年饰演靓女陆慕贞，俾佢个无良大佬陆玉泉屈佢嫁俾条开工厂的死老坑咸湿伯父良心做妾事，佢唔忍滞死去姑妈桃三姑果树，又入妇女职业义学读书。识到由奶油小生邝山少饰演花花公子吴尚志，鍾意佢靓仔，点知条靓仔已经有老婆，陆慕贞要佢休咗个原配再拉佢搏嘢，点知只乸唔忍滞仲自杀死忍埋，吴尚志犯重憎俾人屌七，要佢拉个姣婆去只乸坟前叩头认错，吓到陆慕贞即刻拉吴尚志斩缆，带埋个游艇女吴秀华，细个果时由东方沙里谭宝霍雪儿饰演。陆慕贞接扮义学，镜头一转，吴秀华由细蚊女长大成为好波索女，由新马仔见私房舞女梁添添饰演。
果是由曼殿王楚山饰演财主老庄大班，话要娶佢，然后至应承支持而学。陆无精好很有性格，拉埋成班学生，话自己又对大奶奶、大屎忽、边薯都搵到两餐一宿，实行唔够要男人碌大奔周，自食其力，齐齐教脚松人。放弃经营咗20年嗰间妇女职业医学，阿爷呢出戏都好捻前卫噃，出戏的男人个个都系衰公，可惜收音唔多清，摄影镜头拉剪接都唔多妥。